今年的农历新年注定和往年不一样，全国几乎全部州属目前呢都处在 MCO 2.0 的状态，为了阻断病毒的传播链，或许不回乡拜年就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。管制令虽然限制了我们的行动，但是无法限制我们的思念。如果你有话想对好久不见的家人说，又或者家中的小孩想要隔空替爷爷奶奶拜年，欢迎把您想说的话以录影的方式，手机打横拍摄，录制一段大约30到45秒的短视频，然后把这个影片链接发送私讯 PM 到8点岁日报的面子书专页，我们会筛选合适的影片，然后在农历新年期间播出。在这个疫情，我没有办法和家人一起过新年，在这里我要祝我的家人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健康康，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，爱你们哦。恭喜你呀，恭喜你呀，恭喜你呀，恭喜你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妍，新的一年祝大家 Happy New Year， 身体健康。